这个地方是我住的地方，环境呢挺好。那个我住的这个地方，那个洗车的，那真是赚钱了。里外全洗50，只洗外面30。这是早晨，现在就才7点嘛，他们就出来在这洗车了。这洗车的人太多，这个洗车过来的，就是基本上都是从丙察察下来的。那当然还有了，就是你刚才看见早晨往那个方向走的，他们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要反穿丙察察。我住的这个地方环境，你看这水多好，可惜这水啊没留在中国，流到国外去了。山上云雾缭绕，这个地方察隅，这个地方就我住的这个地方，它有个凹的地方，大约海拔2600左右。我这个地方我感觉海拔有3000了，因为察隅整个都建在一个山上嘛，察隅这个县城。哎呀，好地方。这包子怎么卖啊？12一笼哈。嗯，不要紧，刚才真的那一斤还得有胖子。那给我拿一笼，给我拿一笼，我过在这凉快。在哪一边？是这边是那边？我就坐那儿，我就坐那儿。这边。啊。嗯，我先跟你联系吧，给你做。7.3元小笼包12，茶叶蛋3块，还不倒不贵。这个咸菜呢，免费的，还是要钱啊？咸菜1块钱一份。然后1块钱一份啊，给我盛一份。好。再给我拿2个茶叶蛋。好。